如何使用部件电机来播放音乐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找到要播放歌曲的简谱。然后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驱动电机发声，首先把上面搜索到的简谱转换成音调和节拍信息。然后利用定时器的管脚输出来驱动无源蜂鸣器或者步进电机来发声，从而演奏音乐。代码已上传。